俺媳妇刚来杭州，这头又晕的，血压低，她就是容易头疼。看东西不清楚，看东西清楚，但是感觉可忙了。刚才让人家看过之后，说李佳的体质太差了。哎，她刚才给你量的血压是多少呀？90，50。嗯，确实太低了。这要人家给我开的补身体的药，我去买的，花了400多。是的，这大城市药确实贵。其实我搁家一直有点头晕，但没有去看。我没有想到这来到这儿之后，头晕的更厉害了，所以坚持不下去就去看了看。没有想到身体真差。其实我也是想着年轻多出来闯闯，为了以后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。没有想到我的身体这么争气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休息一会儿吧。也谢谢今天一直支持我的叔叔阿姨和姐姐妹妹们。我也再休息半个小时就该了。嗯，你赶紧药吃了，躺床上歇一会儿吧。嗯。好。